常常个性大方，说话直爽，深受许多粉丝喜欢，时常会在社群和节目上展现出不做作的样子，非常惹人喜爱。今日他和林莎一起录制 WTO 姐妹会，主持人莎莎问现场的德国雅尼克，请在两人中选择印象中的台湾女生模样，没想到雅尼克误听成选择自己的理想型，而马上回答出强强。对此强强也大方做出回应，说到我喜欢德国。看到场面越来越歪楼的莎莎马上跳出来阻止，笑喊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场不是联谊，瞬间引发全场爆笑。只能说强强的魅力真的是连外国人都爱惨了啦。Bye.